性，有归于这条灵性，现个安静，这尊神，我将着元灵开发，是咱出家的本性，转乎伊稳定现世人。这拢是咱顺母啊的灵气，予咱定法先天神顺入来咱的心安呐。照着无形界的通灵，我只有在这点气予伊清净，顺个遮尼明的心啊，真愿是灵天性。显露是顺咱情，一点灵天的本性啊！这是咱回到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这呢啊种的心啊，真愿是天灵性，显露这是无娘情，有咱一点原始的心啊！这是咱慧妙的本性，嘛是咱儒家稳定的心，这点原始的气呀。我只有定价顺咱的心命啊，上苍爱咱的你，真愿是灵天性。显露是无娘情，有咱慧妙的灵魂啊，是咱以清净这条灵气，无娘啊爱咱慧的顺势啊，走向着咱的心啊，这呢稳，灵魂伊是会当顺这条行起来。因为这是咱的源头，母娘啊，要将着你现主时的心内底这条灵甲扭起来，这才是咱传法的天界。你道你的心嘛，内底这条灵也清。安尼，咱今仔日早我都甲母娘修灵、修见面，这个天意。就顺咱的性，真法则是天灵性，显露则是顺的境，真愿是天灵来，回咱出应是上天神，无形落家则是咱的本性，这点灵性。就回咱的原来，因为今日咱是用脑神，要转回清，转回这么自在，因为这是神的本领。原来是天灵性，显露这是道咱灵，有咱一点灵天的心啊。我爱是清净的本性。阿母啊，伊爱咱有稳定的心，这拢是清净这条灵性，真愿的灵气恢复清净的顺利，有咱本愿本灵来，恢复咱母娘的灵气，真法拢是天灵性。爱咱儒家，则是显的证。我有一条灵天的心，再来讲顺家的本性，这拢是清净的法性。因咱爱是归元来，要讲讲做归元真啊。啊，这拢是通天的本性啊，咱要代表咱即卖个人的心嘛。是慢慢啊补，慢慢啊添，慢慢啊收，啊，咱这个心会圆会光安尼啦。
真愿是灵天来，回入清净顺天意，灵愿则是灵气，回到清净则是无心。天愿是灵天性，见咱老母则是顺天灵。有咱一点灵愿的气，我造先天母娘的心，真愿是灵天性，回到原来则是母娘亲，真愿拢是天意，落家拢是无心的。这是咱传法的灵性，嘛是咱进入着无形。阿母啊，伊的本性有咱一点清净的天意啊，灵源是灵天来，带有咱落家灵天性，咱来转落灵的心啊，是咱对着源头，咱要讲个就是天，要讲个讲个做大多啦。是咱用安尼咧讲，表示咱无形，伊是真大真大，所以讲咱共同甲讲做道安尼吼，是咱以这个心啦，要净化伊顺，你讲会出来这么自在啦，啊，这就是道内底这个德啦。我有安尼咧讲，我才会当顺着这个道。这个德，这条灵魂，予我在世间用啊。因为道是全体嘛，伊是一个体嘛。啊，所以讲这个道，就是咱个人爱去用出来。你才知影这个道，伊的往复，这个循环论嘛，是我用这条灵魂的灵气，道本来是无，但是。我即卖要讲的，伊敢若有存在，因为我才有法度用着我的灵魂修正嘛，啊，才会当来，互我即卖这个心平常时这个意在啊。显露是正法性，爱咱顺家这么啊清净，因为我有个人的心灵。我爱是清净，这个天界对着我较细这条灵魂，我要甲伊转，互伊开出来。安尼我才有这种气定嘛。今日我爱是清净，我个人的尔。这是随着通灵的本性，我爱有这么啊顺的天灵啊。是咱爱有缘，母啊，伊是咱的原母啊，伊是咱的道源啊。真灵是天灵界，现咱有母，则是灵气；定咱出家，则是天啊。母娘伊爱咱的顺境，我才会当讲献出。先天的本性，有咱一点通天的本性，母啊，伊再来讲，这么啊清净，是灵魂的灵气，金母娘娘，伊再会当顺到这么净，这是咱显露灵源的灵性，兑现咱这么清净。我有一条灵天的灵性，这才会当归咱顺母的天性呐。真愿是灵天理，道灵是母娘气。我爱一条灵天的本性，再来讲显露有阮的天性。真愿是灵天性。恢复，这是上天性。
我有一条聆天的心，这拢是咱顺母的灵气。我会走向清净的心神，无形伊会现出来。我只有讲心灵的法，我爱有这么清的天意，这条灵魂伊才会当点我的心互知。这个时阵，我才有这点气，通着老母这个元能。今日只有咱这个本能，就是咱即马这个活力，会当予我这么顺的脚，走入来这么正的神。这是通着咱的灵魂这么清净的法啦，我才有这么稳的灵性啊！今日要讲法力无边呐、啊。啊，这才是咱真正要用的无穷无尽呐、啊。所以讲，咱要讲的是先天这个大道所自然来，安尼才会用较自在。安尼这个心才会宽，你才会自由啊。是观灵这个天意啊，咱要进入到灵界，到灵魂呐、啊。这个本性啊啦，天元是灵天性，显露是顺咱心，无形这点灵气，我爱顺着通灵的心性，是你有这条灵天的气，我爱走向这么啊顺的心。因为这是咱的原性，我爱是清净啊，无形的源头啊，啊，这才是咱的总源头啊，这就是咱的本领啊，真源顺来，这是天意，灵源回灵，这是顺天啊，真理应来，拢是命。爱咱道家清咱心，有咱一条灵魂的灵气，我爱顺道现世的心情。真理是天灵性，道家则是显的情，出灵拢是先天性，落来拢是无娘气。是咱主要的灵性，是你爱搁行顺母的心啊！这点有稳的灵气，我爱向的则是先天的心。有咱老灵这条性，这点灵根的法界，咱只有正法顺天呐、啊。无形的本性，咱来行的顺心啊！这点则是咱的本源本性，倒转来咱顺家的心意。青天是灵法界，显露则是顺心来，回到清净这条灵气，真源。主要是通天性，见咱老母则是顺咱情，有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咱来则是顺家的心情。一点灵源的本意，我爱向着清净的心，真理则是天源来。因无则是顺天界，上苍这条心，老母走向元天灵，真愿有家的灵气，我来清净的顺性，
真愿同来顶罗岭，化开清净无性啊！真愿有阮是天意，罗岭见庙则是顺心啊！这是咱清净的天界，无上回报愿心，真愿是天灵的本性。爱咱见庙，则是顺界本性，是咱元灵的天界，是咱显露清净自在呀。真理是天灵源，无娘顺家的心意，拢是清净合无性。拢是转咱有阮的心，是咱元天有罗性，是咱转家显罗灵，真愿是天灵来，回咱无娘的开，真愿是天灵的真气，爱咱看见顺界心。有咱罗灵现世愿，转咱清家心定啊！是咱元天的真意，是咱老母的顺势啊！上苍有罗现世灵，转咱开清净，是咱顺家的灵气，老母向着。清净的心啊，是咱原来这点灵气。母娘嘛，伊要讲顺家这呢啊种的心啊，这爱互咱清净，咱行会倒转来，因为要出世间啦。所以讲，咱即马净就在场，咱家己掠会定，你这条灵。因为这是转呐，你这个心呐无定在遮，你转未醒，转未明啊，你也是糊涂的啊，空虚就对啊。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气，今日母娘就是咧甲咱救，咱这个灵在遮变，在遮转，在遮化，落去要化清的。所以讲，咱的灵伊的教法。伊个步骤是真济款，咱来慢慢啊照着母娘，伊咧甲咱画，唔知慢慢互你入来知影，你伫复杂个、伫落个、伫清个甲落个，啊要安怎将着即个清个甲落个，要搁甲即个清落，甲伊搁转起来较清，即个脑神个顶关。你敢若听话未准啦，爱接这个气场有无？这个气氛呐、啊，这个气味啊，你才体会到。咱即马讲当下这个真呐、啊，今仔灵就是要心知啊，心伊才会配合灵啊。真愿拢是天意啊，路定则是顺心。有咱遮尼清的天界，咱再来向无形这个灵性，是咱个人，你会当随着，就讲对着无啊，安尼才是真正儒家啦。啊，若无拢是你家己的心哦，你这个意，你这个灵，这个脑神咧洗念咧，吼、哦，所以讲你也无法度接受甲你这个空的大世界啦。啊，就是讲，我拄仔咧讲个，讲清个甲落个迄个有无？会生，咱即摆咧讲个，较无啊清迄个电波啦。啊，这就是你爱搁练啊，你爱搁去约个啊。真愿拢是天意，灵魂落家则是顺心，因为我爱是清净，即世人我心着要予清啊。安怎讲？酒甲灵来相通的，啊，这才是咱上自在的啊！
无为无相啊，真圆是真灵性，显然有无显的证，顺着咱遮尼稳的灵气，母娘啊，也要我用真灵啊！今仔我只有照天空嘛，啊，我才会当顺甲遮尼精嘛。是咱人咧想这個天空啊，这两字啊。但是我即马这个本性有无，就知影这个天空有无，伊是照天书来，伊是有这个信号的，伊是有现主时要甲你讲这条灵的成长法。真元是灵天的气，落灵则是顺天性。有咱一点通天灵，回到清界这条心，这是阿母啊，伊要甲咱带回来。你必须爱行的这条弯路，安尼咱才会当归元呐。这条灵天的本性质啊，是咱在世间，咱有这个良缘呐，要讲就讲机会。甲这个机缘，造老母这种感应，啊，这是先天的咧，所以讲爱有后天，咱的配合啊。咱无怎大孙仔讲，神啊要兴哦，咱人爱正经哦，啊那无神造去有无？你人有无？都乌白想啊，乌白做啊。安怎讲无电波啊啦？啊无电波，你的意识有无？啊，就那敢那心高意马乱乱撞啊，无一个方向就对啦。真元是天灵的本性，还有咱道家显的证，就证中来采取着咱的能量能源，安尼咱才会当对着咱现主时的灵性。叫做老母娘娘伊个真意啦，啊真意是空个啊，但是你爱照着母娘伊内底迄个真，予咱入心，看伫咱个心个，正伫咱个心个，咱才有这个声音，有这个法，所以讲咱是用音法来代表着咱母娘个心声，真理。是天灵来显露顺界本性，是咱一点灵天的原神，我才会当转到这么精的天，这拢是回转来咱的本性，爱咱行做伙的天灵，有咱一条清净的气，啊，咱再来向。无形的心，这是咱通天的灵气，现着清净顺咱的心，真源是灵天来，回咱母娘定落心，爱咱见庙清咱心，真源是灵天理。慧灵是母娘心，真元则是灵气，慧着母娘则是上天，拢是咱即卖的见证。因咱爱是无形，这个界，这个界就啥？咱一百空八界，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个一界一界。唔再讲诸地诸天，啊，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叫做诸位啊，显露灵源这个灵气，咱爱行向清净的心，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咱才会当现呐个人的心。你即马定一条，甲母娘相共这个意义。啊，这才是团母娘的意志、欲志、性志、命令啊！
是安尼，咱才有遮尔啊顺的灵气啊，你才会当行通咱的元神本质就对。啊，咱本质是清的嘛，天清嘛，是咱顺加这个灵性，是咱甲破开啊，咱的心来用嘛。今日我会当讲灵魂这条灵性，这是通咱的清净本性呢。这是咱原来咱的本性诶，照着先天这个法门啊，啊，咱这个心有无？你就会看无限的量就对了，上苍的灵气，转咱清界才是无性，咱来见着清净。今日我只有讲灵气。话用咱这个心的顺性，是咱爱有回报的灵感，咱才会当通这么稳的本性，拢是显明。金宝娘娘啊，伊这么清净，是你一点灵光的灵气，这才是通咱清净的顺心，有咱原始显会知。咱才会当照着清净，咱的本性，拢是这个缘。咱爱有这么啊清澈的能源能量，我才有这么啊顺的能力，产生的先天的本质，这是我修炼当下所体会的。所以我将我的腹内的腹肚内底照着这个精气该放出来，这才是咱清净的发性。你定着在世间，你的妙用、善用有够用，这是咱传法这个灵性啊，一种过程啊，也出现啦。但出现内底，伊所有一点一滴，伊的过程，伊的步骤，咱爱知影。是咱只要要抓定，咱现主是的初心，变较有心。即马咱要阁足有心嘞，非常的细心啦。是咱有这么顺的灵性，今仔我才有这个。元天的精神啊，啊，这甲世间人咧讲的这个意思，佫差真远啊。今日咱这是集团的，心内底这粒精子，内底这粒人啊，但是外口讲的是粗胚的尔尔，你拄好这个肉，解切掉内底迄粒子尔尔，你也无看到迄粒人啊。所以讲，你也唔知影讲你这粒人。是土豆，啊是蚵仔，啊是番薯，啊是咱即马讲冬瓜啦。你还搁伫遐咧摇诶，是咱即马要恢复母牛诶产品啦，即种品牌、即种品质、即种品种就对啦。啊，今日我会当知影，所以讲是安尼，咱慢慢来修看、来研究、来探讨。你才会当行对乱的、对复杂的、对咱即马这个万有的、这个形形色色、五花十色的，甲归咱的原来母娘伊上界清净的，只有咱的心定条条尔，这定心法，定心法你才有先天的大智慧啊！这个灵光闪焰就对啦，真圆。是灵天理啊！爱咱见着法界顺无异啊！是咱一点灵天的灵气，咱才会当走向清家己的心，白白白，光光光，袂伤人啦。道理就是要救人，毋是要伤人嘛。显露是灵天界。
恢复正天才是顺心肠。有咱一条灵天的气，有咱老母讲出着灵性啊，一点青天是无牛气，爱我向这么顺性，是咱回到无牛的本性，是咱搁再转的安静。天元是灵天来，回到无牛青天性，我的一条青天命，这是咱孙家的灵气。嘛是咱母娘行向先天的心，真愿是天灵性，爱咱见庙顺天性，是咱归元这点灵，是咱搁再转的情。这点灵气是天元，咱爱是向的心定。这才是咱顺家的灵气，转到这么稳的天命，灵元伊的灵性，咱只有显明，阿婆啊，这条心，拢是显得开。这才是咱通灵这个天界，你会当顺着这点气，归咱的元灵。所以咱人是一口气的呢，心也是一口气。我爱有这么稳的灵气呀，你才会当通啊。咱倒转来母娘，这个原性质啊。所以讲，咱是中这个气，入伫心内底，啊心爱有这条灵来配合，你才有这种感觉嘛。啊，无你有心无法度感觉。啊！你的境界就定在遮尔，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理呀。我带有金宝落加这条心，因为这是咱的出现当下，就是我这个声临时来定一条的，老母和我讲这个意思，这是咱通灵这么活啦。通灵唔免记呀，是随着这个电波，随着母娘，伊要化这个灵啊，无形界啊，互伊平顺啊。啊，这才是咱真正重要之啦。啊，无你通灵要做啥？都唔是咧修，有诶通灵咧修啥？你知无？修外口，都头毛洗好好，这个面小可热热咧，有无？衫穿甲足整齐，安尼有无？表示讲伊是清洁啦。但是安尼是真好啊，比无洗、比垃圾的佫较好啊。上重要爱配合心啦，内外爱相欠啦。心啦清气上要紧啦，啊外口基础啦，是咱以正法的天性，转咱顺家。这是本领啦，啊，这嘛是咧讲咱的宫庙啦，外口水是真好，但是咱人爱有心啦，甲内底这个神爱沟通啦，爱当照神来甲咱教，爱当建构家己，这才是重要啦。庙师是一个壳尔尔，啊，咱即马三魂，这个身躯嘛是一个壳啊。但是咱上重要就这条觉灵啊，这觉灵才会当互你修，你这条元灵，你归完全啊，是咱有这么清的天界，今日要甲拍破嘛，要破解嘛，讲破啊，你才我都解说啊，亲像写字出来，你才知讲我这字字句有无？母啊，娘啊，这个根。啊，这是咱这样讲个，这个泥，一字一字比安尼就对。今仔咱是要讲予大家知影，咱无爱着亲像较早我这么迷信啊。你要迷，如果讲有神伫内底啊，啊迷就是鬼啊，神就是神啊，
所以讲，今仔日咱要讲的信家己有无？啊，你都免去问东问西啊，啊拜来拜去啊，是咱最主要这个心，要让咱每一个人成长，唔是咱即马咧讲的人带头，啊人咧煽动人，啊咧讲神会甲咱保庇，会啦。你若真正要修持，真正要做头路的，真正咧讲做兵的话，要平安的有啦。啊，你若讲要大赚钱，哪有可能？每一个人福报啊，啊若无，某娘免讲二十几年啊，啊就大家拢来求道啊，大家拢来拜道啊，嘛免练啊，嘛免到处啊，甲人交流啊，照着咱某娘这种圣仪哦，伫现场表演啊。啊！咱逐工咧放屁啊，是咧放啥？咱是爱民主呢，是要让大家知影讲，修持这个方便法。啊！你对着这个方便法，才有法度倒转来，咱原神呐、啊、会自在呢，找到咱的原真呐、啊。啊！这才是咱真正要推展母娘真正信仰大文化这种大精神呐、啊。啊，咱拢是硬脚筋的啊，唔是讲哦吼，啊别人来有无？哦，看到较甲你带较重的话，你就真欢喜。咱平常心，我就讲去食罗汉，善的好个啊，头家新罗来拢相共，泡茶你就来泡茶，无用我真正我就无用。我咧讲课，你若较重要诶，除非足重要诶，啊若无我就爱讲胡说。安尼，我这个电波啊，我这个电有无，则袂去互断去啦。我过去就讲，这个电波捌落去三摆，怎啊断去啊？啊，所以讲，我即马知影讲，这个电若向阳插断去有无？敢若像咱迄个神经线叫断去有无？啊，你着受伤啊！咱手若受伤，我永远伊着一个分界啊。虽然是好，但是无那遮尼有力啦。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咱再来讲行向清净的心嘛。所以讲行道，嘛是爱真正会用心、动心，甲咱真正有心就对了。啊，咱才修会好啊。真源本意是天灵性，现咱儒家则是显的正，是咱顺着母娘的灵气。我再来讲顺家这么啊静的心，天元是灵天地，放开则是现世心。有咱主要这条灵气，咱再来向的家己，在世间我爱靠家己啦，家己赚的钱要开比较放心啦，刚提钱无。摕较济，人咪念啦；摕较少，开无够，心也艰苦啦。是咱真正爱知影，咱要做一个有重用、有路用的啦。这世人就对啦，啊，这世人包括真济啊，行尸作恶啊，对不？咱即摆咧食清济拢爱啊，是咱会当讲的真缘、真理啦。咱才会当讲道，甲咱即马即个心嘛，会清净嘛。伫咱即个衣食住行当中，咱拢是靠家己嘛。啊，你若讲靠别人，甲咱买衫，啊，甲咱穿衫，你看有艰苦无？咱要困，咱着修行，我着甲你讲，啊，要困，咱着来困啊。啊，别人来讲，啊，着有影着无用。啊，你若事先约个，有预约个，咱着袂当安尼啊。啊，但是咱会去困等伊啊，咱咧爱困，修行人。你宁要出去做工课，你搁伫遐甲慢嘞，啊，你会足艰苦个啊。所以讲，修行人你要困，你就去困，因为宁要出去做工课嘛。枵咱就来食，因为要支持这个肉体嘛。啊，你就知影讲，咱这个肉体甲灵是分开个嘛。啊，但是你要靠这个肉体来甲你支撑嘛。啊，这就是敢若像讲咱个跳板嘛，咱个过较早个过溪啊，无有咧石头有无？这个石头跳过，那个石头才会当跳过去平滑嘛。是咱顺着
聆听这个本意啊。所以修行人，你即个头壳一定要休困，你莫一直讲话，莫一直安尼，安尼扰乱你无家己的心神。你愈讲，这个心经线会愈灵啦，啊愈灵啊，你就变成习惯性啊。阿妈，你控制伊袂掉嘛？囡仔，你若无甲管，大汉来你要甲讲会掉啊啦，讲袂听啦。啊，修行就是安尼，你掉会掉嘛？该当即马咧讲课的，你徛伫乌邦嘛同款。咱要发声伫大场的，你徛会出来，你讲甲人无同的，人枕头拢听，敢若无啥物，到尾也真正讲，你甲别人无同啊？啊是啥物无同？你真正有修炼啊，你真正讲出来，甲人无同，会当带咱每一个人的心灵啦，这个质会变好啦。道场咧行咧交流，就是这个意思啦。啊，你敢有看破卡手，出来无规无矩，大声细声，这是两面反，是咱有这么顺的灵气啦。咱再来讲度化这条心啦，今日母娘是讲大家，但是你若听到这个母娘的话有无？你爱家己，敢若像自境界啦，安尼才真正进步啦，一世人的质量，不管是你做头、做中、做后壁，相共啦，是咱有这么稳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加显的正，出去就是点点啊看，点点啊听，好的咱甲捡起。啊，你若伫遐家己来来滚有无？讲甲甲叫安尼，啊，你好歹你要怎分得出来？啊，这就是枉费咱安尼去背对啊，枉费着咱即摆咧讲做这个局啊，你无法度了解。这个剧情发挥剧情，穿过章，伊会伫遐坐，了解到这个大戏做戏，这个剧情，用安尼来比咧，你就知道这个剧情有做啥样啦。是咱这条现世天性，咱再来讲开发先天的本性，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气，咱再来讲顺驾这个天命。即个敢若咱较早有无？咧写小说迄个有无？国路来的有无？你若讲长人讲十二英雄，每一个人穿的拢无同啊！就敢若较早有无？华山论战的时阵好，即个空洞派，即昆仑派有无？啊，即即马即个讲就是讲咱天山派，啊，就少林派、武当派安尼有无？来五花十色的人有无？啊，即就是咱即马讲时阵来啊！该当咱来做，啊！你搁求伫遐，搁倒伫遐，夹夹求安尼，有成地款啊！该当庄严就庄严。今仔伫厝诶，咱咧食饭诶时阵有无？有卡拉 OK， 你尽量伫遐大声细声袂紧，因咧就是要消，要打发咱平常时有无？迄个所有真严肃，迄个气氛嘛。你看我讲道讲二十几年，就是拢安尼啊！这个小可可爱的这个局位尔尔，伫这个位置呢，啊，伫这个电话尔尔，徛二十几年，一天你看徛遐久，啊，但是要为着啥？为着咱的心，迄个良心的发现尔。所以讲，所有的讲的拢是实际讲的啦。是咱家己爱端正啦，这才是咱真正人品呐。你无任何，你要讲甲天才地才配合咱人的人才有无？要讲伤远啊啦。是咱有这条聆听的气，但是咱若用这个鼻腔讲出来的话有无？哦，三才啊，就爱亲像我安尼有无？啊，但是怎？屁咧东，屁咧西。爱是咱即马咧讲个啊，你即个心啊无合合啊。今日若合合，亲像咱个真道，亲像老母咧开门，
伊嘛免讲甲天地对立，啊嘛免讲甲即个咱人诶对立，伊只有讲天尔尔嘛，啊天则是咱诶源头嘛。咱无留咧讲文，天元到来显世形，做主心中开天性，真灵现来元天理，行出先天五天意。灵元本意是天界，修炼拍通是神在。元天有咱这点气，青天有咱的顺性。爱咱行元天灵，顺着青界这点灵气，化开无形，大天空啊！这是阿母啊，伊的金言啊！啊，这是什么人听有？大家知影我这个声啊，重要这字啦，内底这意思，你根本你都无得甲晓出来啊！所以讲爱我讲啊，母娘伊就是要打破咱人的对立、彼岸，莫有安尼发生。对比倒等下迄个岸，啊，迄个岸都无法度去比啊！啊，母娘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爱亲像我安尼啊，对会调啊，学会成啊，安尼就无理我，直接轻分啊！安尼这个世界毋知永远安泰，啊，无大家要做什么世界大同？人啊，你的心都无变，要做世界大同，用炭的哦，用火的哦，是咱元天本灵性，是咱道家显的证，顺着原来这点灵气，顺着母娘这条天命啊，好啊！哎呀啦呼哎呀哩哎呀哎呀哩哎呀哎呀哩哎呀哎呀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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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哩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哩哎呀啦呼哎呀啦呼哎呀啦呼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哎
哩哩，哎那哦哎耶，哎吼耶，哎那吼嘿嘿。哦啊咿耶咧咿咧，哦啊咿耶咧，啊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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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咿，哦咿哈咿哈啊，哦啊咿耶咧，哦咿，哦耶咧咿咧，啊哦啊咿耶咧，哦啊咿耶咧咿咧，啊哦咿哟。Yeah.